我们叫做做人呢，就好像一种学问，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好，啊，你没有那个学问呢，或者那种经验，啊，就好像你会乱乱调，刚才他们调的，调到怪怪一样的，啊，因为我们人是这样，当你能够训练到你的心呢，一个程度，你知道这样做才是对的，这样做是错的。很多人都知道，对不对？好、恶、善、坏，很多人呢，在人生的过程中呢，做了很多呢错的东西。可是那些错的东西呢，不是毒恶，啊，不是丧尽天良种的，只是犯了一个叫错误，啊，无可奈何，因为每个人都是人嘛，啊，人呢一定有什么？有这个贪，有这个嗔心，有这个痴心，啊，所以你一定会犯错的，啊。当你知道你犯错的时候呢，你就要改，啊，不要每次犯错，错了又错，错了又错。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讲啊，不懂得后悔，不懂得呢知错能改，那么你就很难去得到一个完美的人生，其实人生也是没有十全十美的啦，哈，也是苦苦乐乐、乐乐苦苦的的生存中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人就是这样。第一，你不要太过执着做人呢，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啊，不到100岁了，啊，现在你都几岁？你想你自己。那么的人生你到底要什么，你一定要想一下的，不是迷迷糊糊的这样活下去，迷迷糊糊的错了又错，错了又错，在佛教里面呢，我们讲呢，诸恶莫作，恶的东西不要去做，众善奉行啊，自尽其一，你们现在做的是什么？累积善业，累积你们的福报，可是在戒律方面，所谓的语言，这个语言很重要啊。为什么呢？夫妻讲话的态度，太太跟老公讲话，老公跟太太讲话，那种态度啊，那种口音啊，那种我们这个表达很重要的，你夫妻两个人的行为呢，就被你的儿女呢，每天看着你们讲话咯，看你们两个讲话，他就跟着你的摆灯咯，你看他有的小孩子，都让妈出话的，为什么？因为他在家里每天听到他爸爸妈妈两个人骂来骂去嘛，全部的粗话搬出来了。来到寺庙啊，表演给我们看。哎呦，为什么这小孩子这么够力的？哦，我看小孩子就知道他的父母是怎么样的，所以很重要啊。你不要以为啊，不会的，我儿子很乖的，很乖的。他去到学校啊，白灯全部跑出来，那个老师马上看得到，这个小孩子够力哦，在家里面他的家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马上他们知道的，他们不用神通的，看到小孩子的行为就知道父母亲的行为，所以你们是做父母的人很要小心这一点啊。或者你是讲没有啦，现在是轮到我的孙了啊，更惨了，轮到你的孙了，你的儿子的儿子啊，你照顾你的孙啊，你不好去用那种语言跟他讲话，因为他会一样的
有样学样，讲话的态度，做东西的态度，有时候啊，那个人讲不要管他啦，不要管他，啊，恰恰一个西怀西干后了，嘿，不要讲这种话，在家里不要讲这样的话，不好的话，不要去灌输这个不良的念头给小孩子，因为他们是天真，很纯洁，不懂的。你每天这样讲啊，讲，他变成真的，你知道吗？变成哦，是这样的，人生就是这样啊，又狠又毒的，不要。我跟你讲，你会后悔的。到最后呢，这些不孝的东西啊，反过来找你啊，你以为金钱可以是一切？不是的，金钱不是一切哈。我们人的幸福与安乐才是重要的，不是在你的富贵啊，你有多大的车啊，多大的屋子啊，多么有钱啊，这样那样啊。我问你啦，你真正的良心上啊，高兴吗？很开心，很开心，就是我真的很开心呢，没有烦恼也没有，没有，你就在那边烦了，更有钱的更烦了，一个老婆不够啊，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哇，一大堆的排队来，头痛吗？头痛呢，有的人就讲哇，人家导演呢，谢嘴巴谢过啊，你问他呢，那个多老婆很头痛的讲。为什么每个跟着你来呀、要你的命啊？钱分不公平的话，打到乱了，鸡犬不宁啊！一个你就头痛了，你五六个惨了。所以人就是这样，这个贪啊，这个贪，你要去控制自己，因为你怎样都是凡人呐、一定要控制的啊，要安分守己。要守好你的戒律啊，这里就是这个戒律咯。为什么我们的家庭这样多问题？你没有戒律，你没有戒律，没有守好这个戒律啊，那么你的心就这样的贪，你想的东西全部就是啊不好的，讲占人家的便宜啊，讲去骗人啊，讲去这样呢、哎呦，这种东西啊，拿到怎么样？很高兴呢，到最后呢，满头脑的委屈呀、什么？哎呦，这个不应该做，那个也不应该做。看到人家家破人亡的时候，你很高兴呢，你会很后悔的死了。当你听到佛法的时候，你会更，哎呦，假了，要怎么办？讲起离谱，所以呢，做人要行善，要有慈悲心，不要呢。更加有智慧、更加有本事的人呢，应该去帮忙那些没有智慧、没有这样有福报的人，而不是呢去夺取他们的一个小小的利益，去欺负人家，不好去做哦。业是有的，我跟你讲，一个人如果你的心能够宽一点，容纳，放过人家，可怜人家一下，不用紧的，你不用怕的，你不要以为等一下他翻过来会给我死怎么样，不会的啦，他敢做我们相信越容易讲，说不定那个人一做你越做越大，我跟你讲你的善业要相信呢，我们人的善业在佛陀的时代佛陀的时代有一次佛陀的这个我们叫爹地麦，爹地麦，爹地麦就是不会讲话，耳聋，不是，哑巴，他继承国王的国位，可是他看到啊，作为一个国王啊，要做很多残忍的事情啊，他不要做国王，他不要，所以他就假装了，变成哑巴了，他父亲就很不愉快，为什么生了一个哑巴的儿子，想继承我的王位，就要把这个儿子杀掉，就很多次就去去试这个儿子是不是真的哑巴，去吓他，吓不倒了，讲害都害不死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个人的波罗蜜，他累积的波罗蜜很多次，
其中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其中的一个咯。他们放牛啊，你知道牛啊几千只吗？做 baby 的时候，他看到生辰八字的不好，把他杀掉，这个小孩子。这个牛公啊，就围着这个小孩子四只脚围着保护着他，给别的牛能走过他的旁边，保护这个小孩子，看到吗？通常的人呢，死掉了，天神的威婆，可是这个小孩子的波罗蜜，好像现在我们不是看到索纳米吗？有一个印度的小女孩啊，是不是在那个廊道里面呢、啊？飘着飘着给人救起来，你看啊，就是这样啊。这些人呢是很有福报、有巴拉蜜的、波罗蜜的啊。这些例子呢，就是证明给我们看到，我们人呢有累积这个好的波罗蜜。你去到哪里呀、啊？你碰到好的人、贵人，有贵人的相助帮忙你。你没有累积波罗蜜啊，每次都是啊小心眼啊，妒忌啊，要害人啊，要讨人家便宜啊，要骗人讲不公这种啊，你小心啊，你会碰到很多这些小人啊，每次做什么东西小人多多，就是这样啊。啊，所以好坏在我们自己本身，而不是呢去瞒天啊，瞒地啦、啊、瞒那些石头啊。我将那个石头啊跟我作怪啊，石头是石头啊，埋怨人家的建筑纸啊，那里 aircon 啊对准你的门啊，所以你的财，你看你去看这些东西，叫风水师来跟你讲，他已经找东西跟你讲了吗？当一个人的财源不顺的时候啊，他就起烦恼了，去看命啊，看这个看那个看风水，他就找问题了、哦、对你的门那个对方啊，你看他的 aircon 啊对住你的门啊，昨天他的 aircon 啊压住你的钱财，你去相信我。有时候我好笑哦，因为他看命都看不准嘛，算不准了，哎，请这个师傅帮我念念经，我去了什么事情啊，哎，我请这个来，我还是这样请那个来，还是这样，我讲哦，你请我来是因为我念完经也会发达，哎呦，这样的话啊，马哈帝以前在冰岛就有一个 officer 在上面念经就好了，对不对？人就是很天真的，很迷信的，嗯、哦，好像这边也是一样。以前呢，有人跟我讲，哎呦，师父，你的佛像呢不可以背着后面，应该从那边供放出来看过来，不然不会忘了这个地方。我讲我不是要忘了，我要修行的。你不要 tiki， 我跟你讲，等一下你没有饭吃的。我说是咩？你看我们的饭，怕死人了，吃不完了，整个喝的人啊，这个人也是死掉了。以前是我们佐贺很出名的一个风水大师了。嗯、哎，你要做这样做那样，那我听了傻傻的，因为年轻嘛，啊，有时候我回来的时候很年轻，在这边20多年前的。我就看，哎，这个人讲这些话了，佛教里面都没有我，他要我跟他了，我说跟佛陀比较好了啊。佛陀呢，离家出走，他的地位呢是国王哎，他的 bungalow 啊，是记得、啊、我们的什么 bungalow？ 我就想，我相信佛陀比较好。佛陀呢，圆寂了2565年。到今天我们佛教徒还是这样的虔诚的供佛，这个人是谁？从哪里来的？我们相信他吗？阿陀，我不相信啊，长我的陀都不相信啊，讲这么厉害。所以不要迷信啊，我们是跟你讲不要迷信，不要去听那些人讲念这个经会这样，哎，要去相信他，胡说八道的这么厉害啊，他都可以自己整家人都、啊、很富有的，对不对？不是的，是我们自己要累积的，就好像我们做工，有做工你就有薪水嘛，对不对？你没有做工哪里有薪水？你没有去耕田哪里有种，去种米哪里会有米啊？种米要种得对啊，种不对的也不会生的，对不对？同样的，我们累积这些福报
一切的商业也是一样，要做给他对，要正确的去做，不是迷信。很多是用迷信的，迷信很迷啊。你跟他讲真的东西，他不相信的。他讲这个师傅没有料的，妒忌人家。有很好的东西妒忌没？我不用妒忌的，妒忌是什么？我们都有饭吃的妒忌没？对不对？不是，做人呢不要讲妄语，而讲真实的话。我的人就是比较直了，讲直话啊，你们听了才懂嘛。可你不信，不信你听不懂了。那刚不信，人家又转右转左的，唠唠要大大千的什么，跟你讲，不要去做就不要做，你才不会走那些冤枉路，不要去浪费那冤枉钱，啊，明白啊？好像有人来问我师傅，哎，我的生意不好嘞。我就笑，生意不好，你在找师傅做什么？你去问谷歌嘛，你有没有 register Google Business， 对不对？去注册 Google Business 嘛，有没有？有人在找不到我，你给一个18块啦，给 Google Business， 他帮你打广告的。现在是这个传媒的世界了，你找师傅啊，你讲，我心里很苦，我要学打坐啊。对了。应该是这样的，我心里很苦啊，我要学念经打坐，这样才对。不是找师傅跟我讲你生意不好啦，啊，女人跟人家跑啦，啊，儿子，啊，跟一个比较年纪大的人在一起啦，你跟我讲这个做什么？我又不是福利部的，什么都要演变的，出家人吃一餐而已，什么都要包的。有时候就觉得，这个饭呢，住三包比较好，那就变成包三包买了。等一下死人也是我们去啦，生的也是我们去啦，啊，埋葬也是我们去啦，结婚也是我们去啦，开屋包套完哦，啊，可是也不是坏事啦，给你们一个心灵上一种安慰，一种鼓励。去了，去就跟你讲好话嘛，不是讲那些迷信的东西。有的人哦，要掉这个掉那个，掉这边掉那边，我讲不要啦。你布置好好，有卡巴，你的食物煮很好吃啊，你的嘴巴甜一点，你笑笑一点，你就有客人了啊。不是去算这个算那个，每天坐在那个。门口那边好像那嘎巴拉，像那个脸臭臭，人家吹风就怕，就脸臭臭的，很好笑的了。人的东西是人为，不要去瞒天，瞒那个鬼啦，瞒那个天神，这样他们没有空的，管你们的事的，有空的事你管你自己不要迷信啊，记得啊，好，现在回向功德。